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刚才说到啊，这周围是越来越暗，喜八一个人被五花大绑吊在松树之上，哎，心里可想，我如果在这儿死了，这世上恐怕没有更蠢的死法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一阵怪风旋起，喜八山上的绳子啪啪啪啪啪啪纷纷崩开，整个人被吹上高空。咻，绳子开了，我得救了。那一天，我的家里好脏，我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，可是都扫不到东西。因为扫地机器人，所以要让地板弄脏。把地板弄脏，所以养了一只猫。